主料：芹菜400克，海米50克，辅料：蒜、盐、干红椒2个，花椒、食用油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，芹菜焯水过凉，海米用温水泡发，将焯过沥水的芹菜与泡发的海米放在一起，蒜排散后切成小颗粒，放在海米上，锅中放少量油，加入花椒爆香后捞出，接着将红椒爆香捞出，将热油浇在蒜米上，加适量盐调匀即可。烹饪技巧：海米本身有咸味，注意减少盐的用量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